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昨天下午风发生外面爆一排的鲈鱼口，我们准备去看一下啊。最近那个鲈鱼口都不怎么样，桥上别人说的挺好的，那我们看我们今天能不能有收获啊。嗯，现在是要求有收获就行了。走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出发。现在我们已经到鲍鱼排这边了啊，准备来看一下，期待今天能够鲈鱼多多啊。大家昨天抓的挺好，一个都没事啊。这个被吃掉，没有呀。空筋的结果，不能空筋啊。哎，这边有一条，有一条。直接来吧！哎呀，我等等，还行还行啊、哦，终于不空进了。来来来，嘿，前面有一条，前面有一条，又有一条。这次呢，挂一个往上的，肯定没地方跑的。这次那个感觉比较小，但是也还行啊、哦，还行。东西来吧，两条了啊。所以第一条可能有个接近一斤左右吧。所以第二条有个大几的，还行啊、哦，两条了。对，现在我们再来拖一下钩啊、哦，一条，还行，这次睡的可能有一斤多吧，还行啊、哦，一排都到手了，现在我们第一排已经做完了，准备去看第二排、第三排，期待一排比一排更好啊、哦，那今天就更发财，走，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排了啊、哦。嗯，这边就有一条，有一条吗？哎，差点给你跑了，停！你要往哪里跑？来，可以要、哦，三条了，三条了。今天这个看小鲈鱼能不能上来发财，它肯定拼命的想挣扎，拼命的想跑的呀，就嘴巴都会烂掉，三个地方都挖进去。要放牛吗？啊，给它放哪边？又在吃啊、哦！三条了，再来看看。现在是第二排已经看完了，第二排就有一条。那我们接下来去看第三排吧。哦，最后一排能不能发财，靠住最后一排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三排了啊、哦，能不能发财就看住最后一排了。来呀，大龙仔来！这条怎么给掉了？哎呦呦！哦，这是什么鱼啊？是那个飞鱼啊，飞鱼啊！哇！昨天晚上钓，昨天吃的吧？都有点不新鲜了。哦、这个飞鱼被跑过来吃这个鱼好了。这个不新鲜。啊！看一下，哇，这个鱼一竿都拉掉了，你看。有点瘦了，这里啊。有点瘦就不要了。有点瘦了。你以上还挺红的。像这个的话，它带回家也没有用，哇，可惜了。这条挺大的啊、哦，两三斤，起码两三斤。是鲈鱼这条剩了好几百，哇，可惜了。可惜这条有点不新鲜了，你看，都有点白掉了，挺瘦的。瘦就不要。啊，那我们只能给它扔掉了，这条。哇，这条剩了有点可惜了。那它回归大自然嘛。哎，这一条掉了，你看，哎，会不会又有鱼？啊，哎，哇，你看，这条干净，这条，嗯，这条你看，线都磨成这样了，都断掉了，都断掉了，哇，可惜了，这种情况肯定是大鱼给跑了吧？对呀、啊，会不会也是这个飞鱼？估计就是这种，不、啊，这排都没鲈鱼啊。哎，这边有一条，这边还有一条，哎，又是这个飞鱼。又是这个，奇怪了，这个比刚才那条还大一点。这条比刚才那条还大。对呀、啊。哇，这个你看，都会拉成这样，都会掉出来了。都是这样的。对呀、啊。啊。跟都是晚上一起吃的。肯定是同一批鱼在吃的。你看，漏是挺软的。啊，可惜它不新鲜，那我们只能扔掉了。真的太可惜了。都可惜了。回归大自然吧。
哎，还有一种，有啊！哇，又是这一条，哇，这条大鲱鱼够大吧？这比它钓的大多了，这比它什么上次钓的大多了？不是不知道新不新鲜？有七八斤。哎，兄弟啊，这条很新鲜啊，你看，这个还可以啊。你看，看这个肉，都按不下来。对，这个还硬一点。这条新鲜。哇，你看这个还好呢，就是这个挂到顺口了。对啊，但是挂到别的地方，跟接这么大的肯定会跑的，肯定是多少钱？我以为都是大鲈鱼啊，都这个鱼。我刚刚也以为这是大鲈鱼。好了，可以啊，有就好。这条我估计起码有个七斤左右吧，挺深的。你站起来，看你到你大腿然后。你看你，多长？跟你腿差不多。多长？还行吧啊。都可以。那只能带回家吧。带回家，我爸看什么处理再说。走，先上去吧。哎，前面那个鸭也给点了。走。哇，你看，这个鸭，哎，又多了，又多年了。哇，看来肯定又是这个鲱鱼吧。哇，真是没有鲈鱼多。现在都可以摸成这样，真的够可惜的。还好有抓到这一条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不耽误时间，不浪费时间了，赶紧带回家。不然见这个大中午的，肯定一楼一块的，是不是？走。哇，这一条够大哦，这个够大。是时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了啊！一连三条。今天鲈鱼总共是放了三条鲈鱼。还可以。三条鲱鱼，放了两条，是不是？对呀。然后给跑了不知道有多少条，但是三条鲈鱼应该有个两三斤吧，差不多。有两斤多，大两斤多应该有吧？有，也可以卖个200多吧。对啊。然后除去价钱的话，像这种情况下，不挣钱，连有钱白干了。白搭了，差不多白搭了。然后其他被跑的不知道有多少，这种鲱鱼的话，我们要是钓的话，收获肯定特别好。对啊。是不是？走，那我们俩赶紧回家吧。走。然后这条鲈鱼也说明拿去买。走，解说。回家。